一个没有方向感的时候呢，100%你们自己心里面的好像是很盲目的啊，所以需要算是。Hello, di video ini kita ada kesempatan untuk interview yang mulia pasang Rinpoche. Jadi pertanyaan berikutnya adalah kenapa Rinpoche memilih topik kebahagiaan berbakti? Enjoy the video. 为什么让你写那个快乐的小说啊？为什么那个孩子要来？好，首先是没有孝顺的话，那父母亲也是不可能开心的。如果就是自己的父母亲不开心的时候呢，孩子的成长的这个环境是污染的，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会成长的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你懂得孝顺的话，那你下一个孩子也是你可以如何的觉得培养让你孝顺。如果我们孝顺这个道理明白的时候呢，我们肯定是会就是生活是比较轻松的，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理由。第二，第三难呢，如果就是会很多人孩子们都会来给爸爸妈妈没有礼貌，同时学校老师没有礼貌，同学没有礼貌，很多有这样的问题的。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，然后就是会他们的会未来的路是真的是很迷茫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你们是未来就是还有这个社会的人吗？不是，还有就是一个小孩子的状态。但是真正的你们会对你们的觉得一个没有方向感的时候呢，100%你们自己心里面的好像是很迷茫很盲目的，所以你们的读书方面也好，然后觉得以后的发展方面也好，肯定是一定要心里面的多多少少肯定很多的有压力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孝顺的时候呢肯定开心的，为什么？如果今天你的同学开心的话，那你肯定会开心的。如果今天你的父母亲开心的话，那你肯定会开心的。今天你的老师开心的话，那100%你开心的。那如果开心的生活的面对的时候呢，那你做任何的事业也好，你的未来然后另一半也好，以后呢如何的给别人的尊重，如何的态度，这个是对孩子们的我相信未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呢，父母亲要开心，如果孩子要开心，如果就是会学校同学要开心，老师们要开心，这个开心的来源是孝顺啊。所以孝顺是尊重别人，就是孝顺的翻译的话，尊重别人。如果你懂得尊重别人的时候呢，那100%为你得到了获更多更多的。所以呢，我会觉得孝顺的幸福原因就这个地方。谢谢谢谢。